来看到一起意外，今天早上8点多，海巡大福村安检所的执勤人员在兰阳西北岸发现礁筏翻覆的情势，就立即通报了海巡署第一巡防区指挥部，并派员来救援，也确认一艘礁筏翻覆，民众已经自行脱困，并表示没有需要送医。海巡人员为了避免民众失温，立即给予毛毯保暖，所幸没有生命危险。3月3日上午8时许，本所同仁于兰阳溪溪口北岸发现一礁筏翻覆，立即通报勤于同仁前往救援。抵达现场发现落海船主已自行上岸，初步检视无生命危险，且询问后表示不需就医。本所提供毛毯及简易床架供船主休息，后续由船主自行协调业者处理船筏后续事宜。